大家好，今天只有我们新款的白墨烫过打印机打印烫过膜，什么是烫过膜呢？就是把它打出来之后印在衣服上。好，现在我们操作一遍。 现在成品已经打出来了，正在进行下一步抖粉。现在进行第二步抖粉。现在进行第三步烘干。现在进行第四步压烫，压烫15秒。现在直接开始撕膜。 色彩鲜艳，色彩饱满，防刮、防磨、防拉扯。